最棒的一面。然后我们歌唱技巧，其实我们最重要就是我们的咬字哦，咬字 R E 五 A O 还是 M M M 啊。然后这是最主要，就是让我们的长辈能够头脑那个我们的手眼都能够很协调的一个动作，可以把我们的歌词的意境表现在我们的嘴巴里面唱出来，就是有故事有画面。好，谢谢。